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这个五位之中，各个建立了十个佛国，十个菩萨。这表什么呢？表你随位尽孝。随你所行的每个位上的因果，五十位嘛，十住啊，十行、十会向、十地、十一地。这五十个位，行跟果，就是各有五十，就一百了，这同名叫五个因果。那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时候，参了一百一十乘，表现法门的。这个清凉果色在这上的假设问答，一个问，没人问，清凉果色自设问答，说一切众生本来都有不动的智慧，为什么不自应常清净呢？真常清净呢？为什么它是随缘？何故随缘？因什么缘故就随演法就演了，被演物所演了。那清凉果是答的啊，问是假设的啊，一切众生以此字，以此字，因为这个字啊而生三界，字不是定的，人无性，无性就不定的，不能知字是字非字，不能知字是非字，对善乐苦乐等法，不能知字非字，非字就是不，没有智慧啊，是字就是这个字啊，它不是定体的，它能随缘的，随缘法，说智非字，不是真字，所以对善乐苦乐这些法，随缘了，就是字随缘故，字体没有定性的，随缘故，随缘而现的。如果你在空谷里头，你喊一声声音，那四面都响应，空谷传音嘛，啊，就是形容这个自无自，自无自现，不能知字是字，因物成因，因为外头的眼缘而成就的，说无性的智慧随缘而分别。因为分别故，就贪爱呀、愚痴啊，就随之升起了。因慈爱故，我所病伤。因为慈爱故啊，贪嗔痴爱，对，你病了，病了就是愚痴了，病了就是被延误了。这才有我所，我所有，因为自己、他人执着的业升起了，就产生了知取相，知取相，执着取舍，好于莫诺，莫诺，以莫诺知取故，这才叫实。
因石的种子生水相续，相续。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字啊，理解到八十的知识的八十的那个性分，那么八十还有个眼分，生和合时嘛，有静有眼，是眼分所生起的。这就像咱们讲《大乘起心论》这样讲的，一念不觉，这叫无明，是生了三细相了，业转现。啊，外头有警戒，有知障，业转现呢，还在他心体当中的妄分，心的体的妄分。但是因为熏眼，他不停啊，不停。完了才说志相相续相，自相相续呢，就是还是属于外头的眼缘所成了，这就不是心境了，这不是那个业转现三相了，业转现相相还是体上起的妄分呢，妄不停过，遇到外边警戒，警戒为缘，又长出来六出相。就志相相续相，知取相，起业相，完了业起苦相，知取记名字，完了才取相续相，相续不停的就产生知取记名字起业业起苦，这都是因为慈耐的病生出来的，生了我跟我所有，就执着有哪了，有我了，以这个分别越演越出，因为无名的慈耐，因为慈耐过说生出来一切的我所有的病为我所有，我所有了我所了，就是执着起业了，要是造业了，枝业变起，这个叫号什么呢，在十日八十当中叫摩诺时，以摩诺嘛，他执着取舍，执着摩诺为我，这产生的苦啊，苦口就无量了。他想求不苦，想求乐，想求不苦，他在迷的当中，他不知道苦要发心，不知道发心，知道苦了就要求个真实的吧，找个不苦的吧，归还他本来的自护吧，因为这个苦的缘他不能舍，必须把苦缘舍掉，有净的因缘才能知道是苦。我们不学佛法的时候，谁知道这是苦吗？有了佛的教授法，才知道一切的贪恋啊，都是你攀求，攀求不止，苦也无穷。不能知道苦，苦怎么升起的？苦是缘升起的。缘怎么升起的？缘是只能铸成，是你心里起念，心里起念，有你念的攀缘才升起的。如果是你信了就求解悟，那解了，这个解。因为没有修行的功力，有时候呢呢停止了，散呢不是大散，是一般的散，都属于人天的果报。我们做一般的善事，如果不发愿，没有回向，不修修，不修处理，那你六道轮回你还脱不了，不过是享受人天的乐果。那你要发心的想求成佛，
想恢复你本来面目，不让你那智慧随着迷去迷了，让你智慧升起误解，这样子呢你逐渐的又缓转来，要觉悟了就是智慧，不觉悟，不觉悟就是识，就是迷。所以智慧跟那个识啊，就是在迷悟之间立的名啊，迷了就叫识，悟了就叫智。如果你的心，我们因为学佛法，我们能理解我们这个心，使我们这个心不去计较长，不去计较断，断长二见就是两边，不计较长也不计较断，这就是识跟智的差别。所以你的迷悟来立名，迷了就叫识，悟了就叫智。这个你要想找他一个什么究竟处啊，那达到这个什么了，究竟成佛了之后才能知道了。说你现在要找个什么是智，什么是找个实在的东西，没有，你找不着的。例如说现在飞机在空中飞，飞过去你在空中找飞机的痕迹，没有的，你找不到的。你看见人影子，把这个人影子当成人，永远是错误的。把水中的月当成真正的月亮，那是错误的。的意思说，你要想在你身体求个我，找个真正的我，身体里头没有我。我经常跟大家这样讲了，你经常这样惯了，我的鼻子，我的眼睛，我的耳朵，乃至我的身体，我的都不是我，它是我的，离开我的，真我是无我的，真我是无我的。你把它依住的哪个是真的，就这样的意思。你找它个实在的终不可得，这都是相对法的。对真说的是假的，对真说假的，长短呢，方圆呢，大小啊，相对法嘛，相对法没有真实的，要没有大也没有小了，没有小也没有大了，这叫相对法了。能够在这相对法的当中，咱们经常说无明跟智慧，因为有无明才说智慧了，因为迷了才说智慧了，无明迷了没有了，智慧还说什么呢？菩提道说对待我们人间这个道迷道了，说菩提本非道，对，假名而已了。说灭无明证菩提，无明有无明可灭吗？一个菩提可证吗？这要么是气入了，不是语言能表达出来的。也没个无明可灭，也没个菩提可证。因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本来都是没有的了，从根本上是没有的，
没有生怎么会有灭呢？对，本来就没有，还灭个什么呢？拿什么来灭呢？不动是对动说的，不动字是动的，因为有动的那个无明，他说有个不动的智慧，这都是相对法了。本来无一物嘛，还有什么可灭吗？还有人可生吗？但是随着名色声闻利弱，才有这些个曲作。但是嘛，我们现在说知苦断戒，这是一个助缘，苦有个琵琶相，因为琵琶的你啊，啊不愿受苦了，想发心了，发心的能发的心，那个心就是智，想不受苦了，不受苦了，其实苦本来也没有。都是随缘执着而有，就是随缘，什么叫有为法了，什么叫无为法了，这都是随缘难立的了，在我们根本的本体上一切都没有。这个没有可是般若的真智慧啊，真空。而是文殊师利菩萨摩萨成佛为力，不观一切菩萨众会而作誓言，持住菩萨甚为稀有，答复那些个菩萨所问的问号，佛没答，只是放光答了，现在令文殊师利菩萨答。文殊菩萨示现的到这个土，到这个国度，他是来自他方的，他方是对着此方说的，本来方没有他，也没有字，也没有南，也没有个北，因为什么呢？他的本体是含得一切众德的。这种呢，画满尘方，通遍难思啊！文殊师利菩萨的智慧是画满凡是有情世界的，说的用，通过去，通未来，也通现在。他早早就成道了。咱们在那个五十三佛里头，龙总尊王那是老早成佛的，四现辅度洋化，为千佛之师，诸佛之母，他现在在他世界成佛，到这个世界四现菩萨，叫摩尼宝髻佛，过去现在未来佛母，不止给释迦牟尼当老师，给很多诸佛当老师，但是他要示现菩萨，辅助释迦牟尼来利益众生。在庐山慧远大师成文殊师利大师，是游方的大事，因为那个时候所翻译的经卷，慧远大师是晋朝时候经卷还不全，这些个经典还没有翻入中国，所以慧远大师成文殊师利菩萨是游方大事，到处游，到处度众生嘛。
在这个文殊菩萨波尼环境，佛曾经对波陀婆罗佛告波陀婆罗，有大慈悲，深慈果度，多罗聚落德婆罗门家，说他生的时候家内的物灾都变成莲花，他妈妈从右膝而生的，视线的啊，视线生这个慈果道，身金紫金伞，生下来就会说话，入天童子，有七宝盖，这都是经文上原话啊，随佛而上。慈国度说哪儿呢？就生在舍卫国，释迦牟尼佛在这说法，说如是的菩萨生下来要具足32相80宗行，相好同佛，还有经，没有举经的名字啊，还有经说生有时征，时征嘛就是吉祥的意思啊，征吉祥，征起的征啊，说十种瑞相，无非吉祥。文殊师利菩萨一降生的时候，光明满时，生物的光明片满，甘露垂庭，地容七真。神开福障，鸡生凤子，猪断龙臀，猪生个龙，马产麒麟，牛生白宰，仓库都变成了黄金了，满仓库都是黄金，象具六牙，六牙白象，因此得到什么名字呢？就是妙吉祥，妙吉祥。但是华严经讲文殊师利可来是他方的，从东方金色世界来，来到此度，不但他自己来，还带着十佛刹威神树菩萨来到此世界，并不是此世界所生的那个文殊师利，他方此界一也，华严经是这样说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地方显文殊菩萨的殊胜，因为那些个助手菩萨都是他方世界来的，都不是此娑婆世界的。说文殊菩萨一到了如来的佛所，就降毁诸魔，入了这么一个三昧，叫什么三昧呢？住降毁诸魔的三昧。我们这样说说，表表文殊大士的不可思议，不是像咱们见到五台山这个样子啊。应时的3000大千岁的百亿魔宫，一时皆闭。这些魔王啊，他的怀疑恐惧，魔宫都住不住了。魔王波旬呢，他自见自己衰老了。走路都没法走了，气也没有了，拄个那个，拄个手杖吧。不但他自己老了，所有的才女魔宫都衰老了，魔宫的宫殿都崩坏了，都是藏在黑暗之中，不知东西。这时候魔王波旬害怕了，或者恐怖，
身毛即竖起，心自面言了，这是什么变怪呀、啊、变得这个样子，令我宫殿都冲塌了，我这将死了，要下地狱了啊，命快尽了，天地的灾难啊，皆被烧毁了。魔王本来贡高能慢的非常大，他这个哪吒思想啊，在这个困难时候灾难时候都舍弃了，放弃那个嗔恚骄慢。这个时候文殊师利所化的百亿天子，文殊师利啊化身啊，网住魔前，为魔拨旋，对他说，说你莫怀恐惧，不要害怕，汝等之身呢、啊、终无患难，没什么灾难，因为有这个不退转的菩萨大士名文殊师利，未等殊觉众生释放，他的德呀胜过你太多了，智超江海，慧越虚空，因为他现在正入降毁魔场的三昧正照，这是他的威神，你不要害怕，识魔恐惧，魔功震动，求化菩萨愿见就近。魔王对这个化菩萨，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化身了，啊，说你快救救我吧，祈求文殊菩萨来救他，啊，菩萨答言勿惧，说你不要害怕，你可以到释迦如来所，释迦牟尼有无尽的慈悲，能把你这个危惧能消除。说完了。文殊师利隐身了，言起不现了，隐身了。这些魔王率他的眷属都来到佛所，请佛救他们。说我们一闻着文殊的名啊，就恐惧的不得了，自己不能担了，不能担心了，恐怕生命啊。就会不能住于世了，佛因此啊赞叹文殊，魔王嘛请佛给他们受皈依，度脱这个苦难。佛说切待须臾，佛令说你们等一会儿，文殊当来呀、啊，文殊菩萨会到我这儿来的，他一来了，你们就脱了这个苦难了。文殊字，文殊就知道佛前了。佛问三昧，佛又问他所入的降魔三昧，佛就令他舍住魔，把这魔舍弃了吧，不要入这个三昧了。文殊问魔，如慧那此身法，说你对你这个身体厌离不？魔王答而就是是的了，我当厌离欲四，所有无欲的境界我都厌离了，我厌离三界，不住三界了。那文殊菩萨说好了，那你们各服本行，五体入故。这是说文殊菩萨降魔这一段清凉果实把它引证来。我们听到这个故事做什么感想呢？怎么样理解呢？我理解很浅，我说我的理解啊，
你可以念文二把它拿笔，念文殊菩萨心咒，文殊菩萨就在你心现，在你心现了，你可以把疑惑除掉，把你所有的魔障把它除掉。当然不是你一念就灵啊，你得多念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心呢还不灵，多念业障消失了，心灵了，效果就出来了。修行修行嘛，修行就是用的功，功又产生用了，功一定有利用，这个功达到有利用出来了，业障消失，你可以身上咱们自己就是魔，五蕴魔就五十种呢，魔很多，障碍你明心见性，障碍你了脱生死，障碍你成佛。同时文殊师利菩萨的《波尼幻经》，佛说呀，文殊师利宝最初来度诸仙，诸仙那仙人求出家法，诸婆罗门就是五种无住论思，佛给他们说法的时候他们不能筹对，辩论的时候不能出对，所以呢这些个外道啊，求文殊师利度他们，这文殊菩萨以此的他的名闻声扬，传播于三千界内了，他隐身立于空中，把他身体引了立在空中，第四天诸天人就欢喜给他扇的天花，这样呢使这些个魔外了愁忧恼，就是前头那一段啊，那一段如度二十亿佛现身说法者，那化百千亿龙立登正觉，百千万亿龙立登正觉呢，这个没有说出处，只是说妙吉祥菩萨对度龙女的时候，大家知道在《法华经》龙女立即成佛，是妙吉祥度的他，其次是劝善财发菩提心，给善财说不二法门，这都是利于南乐行品，南乐行品《法华经》的啊，叫龙吉祥，龙享受吉祥，分给龙的吉祥，打琉璃光的光明，所以成为妙吉祥者是他已经成的正觉成妙，说波罗最深最玄的妙意，说玄法的方便法门，显如来的真实的道理，这形容文殊师利菩萨的利益众生的事业，化德满于十方微神兽刹土，十方微神兽刹土都是文殊师利菩萨化度众生的处所，所以在这个菩萨出胎经说，文殊师利菩萨自己说，我身入微尘
今在他国度32相名在在无不现，就是处处都现。鱼入纵海云际，犹如波弥环境说住楞首楞严三昧，以三昧力与十方国回现出生，回现出家，回现灭度，回现入涅槃，回现分布舍利，摇移众生。又说这宝藏陀罗尼经广说，在普书菩萨的住处品是华严经此经，到后头说菩萨住处品，菩萨住处品说到东方有果，明月震旦，其度有三，皓月清凉，这是菩萨住处品。佛说文殊师利菩萨住在五台山，那不叫五台山，叫清凉宝山。这为什么赞叹这个还赞叹文殊师利菩萨的这个所有成就，所有的功德呢？让我们对文殊菩萨产生的真正的啊信心。说过去节的时候，文殊师利菩萨名龙总上尊王，在大智度论第十二说文殊菩萨的在首楞严三昧经，说明龙总上尊王的经文，单名龙总上佛，没有叫菩萨了。在53佛名中也称龙总上尊王，其首楞严三昧有三卷，下卷当中说文殊师利菩萨首楞严三昧境界，迦叶尊者正对佛说：“世尊呐，我为文殊师利法王子，曾与先世已作佛事，现作道场，转于法轮，四助众生入大灭度。佛言入世入世。”如如所说，迦叶，过去久远，无量无边。不可思议歌声其节，尔时有佛号龙总上如来，应供正偏之，佛的谥号了。于此世界南方，在这个世界南方过于千佛国度，国民平正，无有沙利瓦石丘陵堆佛，地平入掌，生游园草入嘉陵伽，龙总上佛于彼世界得到了三藐三菩提，初转法轮教化成就70亿住菩萨众，初转法轮教化成就了70亿住菩萨众，佛的寿命440000万岁，涅槃后起36亿塔，法住100万岁，即自明菩萨当得作佛，尔时啊，平等世界龙总上佛。起义人乎即文殊法王子是，这说过去了，现证菩提，在央觉摩罗经这个经有四卷，说文殊师利菩萨出的第四卷，说这个舍卫城北有个村子叫沙诺，有一户贫穷的婆罗门女，
名叫巴陀罗，女子生了一子，名一切世间相。年幼的时候没有父亲，到年十二岁聪明变坏，有一村的名叫婆罗阿斯，有救助的婆罗门斯名摩尼巴陀罗。世间现从时受学，就是这个小孩从自己摩尼巴陀罗求学。后来受王的师，受的王请，他的老师受王的请，令他看家，留其手舍。这个师的夫人，他老师的夫人眼心过之，世间现不少，其实少佛自旋悔害。那么他就想跟这个世间现呢，做不净汉，他不少。那个他的老师的就自己悔害了，吊死了。是怪因世间相强敌，虽然如以为乐呀，当杀千人，可灭汝罪。就跟这世间相，世间相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化身啊，说你杀千个人，你罪就减了，他就杀了一千人，又回来见他老师，哎，他老师说你怎么还在啊？是很怪，说他杀了一千人他还在，说你再杀一千人，只取他手指做慢灌手，把这一千子啊做一个戴的一个帽子，微欠一人，杀了999，还欠一人。他妈妈给他送饭来了，他就想杀他妈妈。在这个时候，世尊现前，舍母屈佛，为佛所降，广效深妙。不思逆王言四兵字，欲发殃绝，来至佛所，佛是殃绝，后发其绝。大王，南方去此62恒河沙刹，有果名一切宝庄严，平名佛名一切世间要见上大精进，寿命无量，国度严净，虽说一成。那个佛就是央卷。由前文说广语对阳，后显文说知己，大王，北方去此，过42恒河沙，有果名曰常喜，佛名欢喜藏摩尼宝积，存一大乘，无余成名，即文殊师利寺，故云现证菩提。佛曰：摩尼宝积，盖言料耳。摩尼宝积说的话没说全，料说，说师，他的老师，即师父，即未央之央觉之母，三人都是佛化现的，不是真实的。为什么不说未成佛者，未来成佛者？因为那时候是说因，非殊胜功，料殊了不显。以大宝记文殊会宗说以未来成佛，号曰普见如来，以恒河沙界庄严为一佛国，以南乐世界庄严比之，西毛敌海不可为喻，其中众生具32相，
他的国内众生都居住三十二相，天眼无奈，净照十方，不闻生老病死等苦，但处佛法生之生，有人遇见迎面变毒，闻名得最上的善力，临界为面见诸佛等。说说这些个，让大家知道文殊师利菩萨。咱们看他四现哪行，四现羊圈，杀一千人，都是化现的，不是事实。乃是死，他的师母都是化现的，也不是事实。说没有智慧，见一切相，虚妄取相，不是真实。有时候菩萨实现的是逆横，有时候实现的善景，逆横跟善景的境界相也。实际说起来，文殊师利菩萨是诸佛之母，是不是？文殊师利菩萨所有大愿，不是无量的千百千亿诺由陀菩萨之所能有，善哉文殊师利，其行广大，其愿无边呢，出生一切菩萨的功德，无有休息。善哉文殊师利，常为无量百千亿诺由陀诸佛母，无量百千亿诸佛之母，常为无量百千亿诺由陀诸佛菩萨之师，教化成就一切众生。佛明经说，过去无量恒河沙佛皆是文殊师利菩萨教令发心，实为一切佛母不可穷其始末，其度十架之师也。不仅仅是十架的老师，昔为能人师，今为佛弟子，二尊并不立，二尊不并立，故我为菩萨。这些个介绍文殊师利菩萨的事迹呀，还有很多，还有很多。咱们能够在五台山有缘，能作为文殊师利菩萨的弟子，咱们学法会，学华严经，华严经是以普贤文殊为主的，佛是只是证明，所有诸法大家看到从开始到现在，佛只是现象，现象完了就是普贤文殊宣扬诸法。因此呢，大家应当做入世观，入世想，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文殊师利菩萨弟子。当代佛门起诉梦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，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33载，弘法心志未曾稍歇，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寂，享寿103岁。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，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
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、培育优秀僧才、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。二十多年来，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，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，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，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。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，让大众接触佛法，明白因果业报观念，才能断恶修善，改善命运。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，学习佛法，才能离苦得乐。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。为了护持佛法永续，利益更多众生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，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，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，润泽群生。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，50444468，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，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，电话03989-9319，03989-9319，传真03989-8787，03989-8787。我到台湾来，这次来啊，到今天才见着太阳。台北就一直在阴晴当中，天天下雨。那么今天呢，仗着大家的福德智慧，那么天都出了太阳了，你看太阳很大。刮风下雨，现在科学家可以能够以科学仪器知道，但是我们人类生病他能知道吗？或者找医院检查，说一掀就知道了，那你要生病，人的死亡寿命长短能知道吗？还有为什么人有穷的有富有的，有很年轻就死了，像我这个年龄现在94岁了还不死呢，你能知道吗？贫富瘦腰你能给他断定了吗？你能知道吗？谁也断定不了。为什么？人类你所做的，你自己做的，来断定你自己的寿命长短，你自己做的事情来断定你贫富寿夭，都是自己做的。因为啊，我们只能看见现在，不能看到过去，你也看不到未来，没这个智慧。在我们佛教讲就学这种智慧，所以说这个世界上很不平等。为什么？贫富寿夭不平等啊，应该都一样，因为他做的不同，个人做的业不同，你自己做的业自己受，平等吧。咱们经常说话，自作自受，不羡慕别人，他是他做的，你是你做的。这个学习像什么学习呢？
叫你得向佛陀学习。佛跟我说的这些方法，就他是明白了，就觉悟了，就彻底觉悟的人。那么学他的方法，我也能够觉悟。佛教一直讲因果，就是你自己造的因，结的果，那你就自己受。不要羡慕别人，你自己去做就好了。而你做好事儿，得好报，这是世间常说的。你做坏事儿就有坏报，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没报，没报时候没到，到时候就报了。前生做的，前生没有报，今生报了。过去在我们佛教有几句话啊，夫妻两夫妇是缘分，有恶缘有善缘，没有缘聚不到一起。现在的缘呢很短很短啊，说离婚难件很多，离婚难件很多、啊、为什么呢？没有那个缘，没有那个缘。儿女说你欠人家的，人家欠你的。说儿女是债，有讨债有还债，无债不来。例如这些事儿啊，在佛教故事里头，特别地藏菩萨圣德大观有这么一本书啊，是努一大师记，那个努一大师跟那个弘一法师记述历代祖师所记的、啊，就极力圣德大观，就说这些个因果报应，也就是说我们平常说的感应吧，感应。说你自己做什么，你就受什么，这平等吧。佛教是讲因果的，但是你学佛了，第一个能进入的，你也能相信的，就讲因果报应。讲因果要报应的含义，就是让你看一切事物平等平等。因此呢，你多做好事儿，别做坏事儿。教育人，每个人说信佛，信佛的目的是什么？解决困难啊。佛法是能给你解决困难，但是不是现在，是我现在就求解决困难，能做到不能做到呢？也能做到，但是你得付出，没有付出啊，没得好果不会来的了。人家看见摩那和尚，第一个吃素，他不伤害众生，那别人就不伤害他了，这个大家懂吗？你不伤害别人，别人不会伤害你。那是畜生，畜生会变人，人也会变畜生。六道轮回，轮是转的，旋转的意思，旋转是天生你吃他，再来生他就吃你，一样的。因此佛教第一个就讲的相信因果。